还记得我们当初是怎么选这首歌的吗？只是为了要符合校园主题，一开始还很兴致勃勃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这首歌超多跪地板的动作。我们还一堆脚有旧伤的，看你们练到流泪，膝盖都是淤青，回家还要去看医生针灸。这首歌动作细节很多。每次看练习生影片，发现跟原本他们不一样的时候，所以这首歌不止一次后悔的。这首也是我们拿去比赛的舞，公布名次的时候你们哭超惨，很辛苦对吧？但是每个人真的都进步很多很多。这首是正式表演的最后一首了。很感谢有你们每一个人，才能完成这个舞台。今天结束后，我们都不要哭，一起走向花路吧。Oh, 울고 싶지 않아.